派他去四川，是因为他在京城结下了许多怨。从连羹尧入仕的表现看，臣以为四爷并没有看走眼，他是个好官。不过，龙大人，连羹尧不过是个四川巡抚，就算他为四川百姓做了些事情，那也是应该的。但是他不顾朝廷纲纪，以下犯上，杀了总督，还有四川大小官员100多人，难道他还能称得为好官吗？张大人，连羹尧手段是激烈了些，但是也不能否认他想做好官的初衷，也许他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就算他有苦衷，但国有国法，身为朝廷命官，岂能任由他胡为？张大人所言极是，皇上今天召见几位臣子，不正是为此事吗？好了，胤禛，对年羹尧你还有什么解释吗？回话吗？年羹尧既或是我推荐的，但是如果他违背了您的旨意，目无朝廷，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滥杀无辜，二臣也绝不会姑息他，一定按照大清的戒律严加惩办。我大清自立国以来也曾发生过一桩桩的冤案，但一日之间杀掉大小官员100多口，真是闻所未闻。他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先斩后奏，实在是放肆。皇上，就算连羹尧罪不可恕，也应该有个明确的结论才能定罪，请皇上三思。这件事情朕还要听取各方的意见，不用你来提醒。这是臣多虑。启禀皇上，七贝勒八贝勒在殿外求见。宣他们进来。诈！儿臣叩见皇阿玛。起身回话。谢皇阿玛。今天皇上召见众位贝勒爷及两位臣子，是为了四川那件血案，想必你们已经听说。皇阿玛，儿臣和八弟也是刚知道此事，不过儿臣以为皇阿玛一定会明察秋毫，让此事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嗯，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回皇阿玛，皇阿玛当日让连羹尧到四川当巡抚是对的，不过依儿臣所看，年羹尧在入川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显露出他阴险的性格，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也许是必然的。阿弟，这个时候你旧事重提什么意思？皇阿玛，承蒙您能够原谅儿臣，给儿臣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儿臣甚是感激，今日所言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尹森，你心里有什么话尽管说吧。谢皇阿玛。皇阿玛，年羹尧曾经为了刺探儿臣秘密成立过一个组织，他这个习惯到川以后并没有改变，如果说他是为了了解情况，或许并没有什么错，可是年羹尧他掌握了总督与严霸勾结的种种罪行，这个他应该上报皇阿玛和吏部来处置。